那么市福利化社区大基建计划当中，绩效关怀照顾也是很重要的任务。这处五个社区互相结合各自的专长，利用暑假规划儿童学习成长科学营，透过机器人趣味的课程，让囡仔学习各种城市甲机械等知识，活动相当热烈。推着周正关心的格斗机器人，学生分组互相来比赛，玩得很欢喜，就着机器人对囡仔吸引力，转化为上强学习的动力。接触这个格斗机器人的时候，我觉得很有趣，因为它可以让我们学到知识，长大的时候或许还可以用到这些知识，所以我觉得参加是来，如果来参加应该是对的。上课的时候就是觉得非常好玩，然后可以自己组装，然后组装错也没有关系，可以重组，然后需要经验，然后可以增加更多的看图知识。老师经合着各种工程知识，以专业的教导结果引导，带着学生动手操作，学习着电子线路、机械，结果程式加等等，找着兴趣甲成就感。基本功哈，基本能力呢，我们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哈。跟他培养起来，其中有比如说像那个空间概念啊，还有没有教的以前的我们现在的生活科技上面的那个一些组装的过程。那现在台湾呢，慢慢的会跟欧美一样，都会有这个 DIY。那他图看不懂，那我们透过这个，让小朋友呢，他能够看得懂这个图，培养他以后生活的能力。让我们的这群孩子们哈，他们能够自己写程式。哦，来做一个格斗机器人的一个竞赛哈。那在这两天的课程里面，他们都玩得非常的开心。那么，市这个社区互相来整合资源，推动着福利化社区基建计划当中，大公建立着社区的安全网，进行人力培训，对老人甲囡仔关怀照顾，满是努力的目标。透过着儿童学习成长科学营。要接到社区内各式学生到店参观，帮助拓展着学习视野。记者林欣，差不多。